各位同心大家高炸大家好一定我真的假的我好一定了已经很久没做过学生了对不对会做学生久久也做一半也不错做学生的时候都无忧无虑只有读书而已嘛对不对咱日本人那是安倍晋三的这个律师今天由我来安倍晋三这最近不是很奇怪连出来一直派人来跟我说话可能说日本人现在开始也在发现说日本的国际地位不对他们现在用的宪法是美国人麦克阿瑟给修的他们本来用明治宪法宪法改变国家的主体就改变这是国际法里面的规定这四五年台湾民政府他们说在全世界串起来大家都怕我们台湾过去的独立的运动独立的组织都找我们台湾民政府找到要死他怎么找因为现在开始如果说你争取台湾独立的团体都募款都募不到款是不是跟他说我们以前募给你们的钱你们要还你黑白敢带可能台湾人带不到四五十年来在台湾独立独立台湾独立等等等说不出来确实都在原地踏步而且更退步但是也有很多台湾人很说的例如我每一年有一群人我们要加入重返联合国每一年都给人扣钱去华盛顿 DC 去佚佗回来的时候都固定一句话由于中共反对我跟你说中共有可能权力来反对你如果说真的台湾要加入联合国是重返联合国中共是要怎么来跟你反对啦有什么资格因为台湾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关系的呢什么叫联合国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你当时看说台湾加入联合国过所以既然你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你就没有退出联合国所以你只看报纸你也回去每一次中华民国报纸都写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我问你这样怎么对台湾从来没有跟人家建交呢是中华民国和人建交呢因此呢台湾人六十九年来都生活在矛盾之中所以安倍晋三最近一直要修宪其实修宪什么人家说的是美国家说的你会记得有一个叫做石原慎太郎吗东京都的知事有吗美国给他 邀请国防部给他邀请去美国三天隆中不讲等于日本的水化我要买钓鱼台水化修宪没有用要复宪咱安倍晋三的主书给他问这石原慎太郎哪里说我说你们很戆的呢石原慎太郎去美国是国防部给他改因为两三年前日本开始你说要修宪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说日本修宪没有办法改变现状为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已经将日本天皇的权力约束起来所以修宪改变不了日本的现状所以昨天那个日本的律师跟我说六点前久从早上十点都没有休息一直到下午四点多我们检讨很多一下报告回来这里面我跟日本其实已经安倍晋三派几十次这第三批了我跟他说回去跟安倍说不要修宪没有用
应该叫做啥？复宪。什么叫复宪？恢复明治宪法叫做复宪。将麦卡瑟改修改的宪法，甲林宝甲 suspend 起来，就甲吊起来，卖用嘛。恢复战争、战争以前的宪法就好啊嘛。安尼很简单。哇，听听诶，伊简直哦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这简单，阮日本人奈袂晓想，阮因为恁日本人头脑已经无遐。战争失败，你们人看放这啦。战争失败是非常可怕。你台湾有可能跟人战争无？有可能吗？绝对无可能，可能性连0.1%都没有。哪讲台湾人伫计较讲要战争落落勇敢，我遐拢骗人的啦。你听我，为什么台湾太小了？那有什么资源？你要凭什么跟人战争？有资格战争的是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这个法国，这款有资格啊呐。他土地真多，人真多，会堪要死。台湾人袂堪要死啦，台湾人什么上敖？嘴上敖。哦，台湾人偌勇敢的呢？越去南部吼，台湾人越勇敢。啊呐，叫伊要死，这种假的。我问恁就好啦。啊，真正讲要战争，叫你去死，你袂无？袂，请你举手。卖假，你多啊才几百，你根本就无听。你袂去死，卖假啦，卖讲你袂去死啦。台湾人无可能去死啦，我跟你讲啊。当咱一个二二八，当咱行到岔赛去啊，咱的北部拢跟恁讲哦，囡仔人唔通插政治，囡仔人有耳无嘴有无？我那只二二八年啊，还不抬着你啊，就行到伊款行啊。所以我跟你讲，台湾人要面对现实。台湾人其实上盖好的武器是啥物？你的头壳，你的头壳拢真好，你知唔知？台湾人是一个海岛，平埔族含日本人南过，平埔族含荷兰人南过，甚至嘛有甲中国南的是足害啦。因为中国文化足差的啦，中国文化吼讲白贼、碰风，我是讲中国吼，干嘛想这么歹势啦？但是你安怎样？即卖中国敢真正叫中国？伊讲中国5000年历史，对不对？你想讲有影5000年？无影无一只，3000年尔啦。有文字记载，这3000年，前面5000年，全世界的古文明的文化，中华文化、中国文化无胜在来呢。尤其即卖中国，敢真正汉人 ？No， 中国这个3000年内底去用消灭几啊摆呢？我问你的元朝，敢中国人？元朝是啥物人？蒙古啊，对不对？以前叫做匈奴啦。匈奴元朝执政的时阵，中国人杀一半，啊，是不是还有中国人啊？但是中国人哦，耐命，因为未见晓，所以耐命嘛。清朝是晚清呢，百几个人入关，统治几个人，这中国人是来讲足无路用的呢。无头脑，无智慧，什么拢无啦。即卖呢，因敢学一项尔尔，因上爱搞骗。伊要统治台湾，用假的历史甲你台湾人讲，你台湾人拢是中国人，为中国移民来，敢无影？无影无一只呢。你去验话看卖啊。咱在座所有的，我甲你讲，99%。拢是平埔族的后代啦。我上课伫初级班嘛，甲恁讲过。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娶某的时阵，什么人坐大位？无姑坐大位。想来无姑坐大位，迄是风俗习惯，平埔族的习惯。你即马你嫁娶的时阵，
尤其中南部拢个同款，都爱准备什么物件？槟榔，有啊？这槟榔想要准备槟榔，你敢食槟榔无啊？风俗上你爱准备啊？你是啥？白薄作的习惯。有一天你妈妈若过星期要封关，无伊个，你个阿姑若无来，会当封无？未使封，迄嘛是偏薄作的风俗啦。所以可见，台湾人真真正正是平埔族的后代。但是因为教育的关系，咱拢读甲袂记哩啊。我拄好伫2004年的年底，李定辉甲我讲：“你上你奈，你日本读这个战争话，你奈要将战争话甲囥喺台湾的历史看卖啊？”迄阵我阁不以为然，我讲这台湾的历史哪有啥？啊，台湾都大多都迄个黄蛟龙啦、陈良基安尼讲几部啊，写嘛写几啊本啊。人伊写迄个有理啊，伫迄个时阵我嘛感觉伊写有理呢。但你等于甲我讲，你去读看卖啊。啊，了后，我迄年的过年我足清楚，我超一个月无出门，秘伫厝内底，电脑的头前，研究台湾的国际地位，用战争话甲看咧，因为我读伫日本读册的时阵，我就读战争话。要是我一个去放在里面发现了，今天的台湾要还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哦，我真的带一个奇怪，我都没看到美军呢。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占领，对方的国家如果你宣布这个土地的准则不能过，如果要过我给你打下占领天上这个天空的领域，飞机不能飞过，啊，如果要飞过，我给你打下来，占领。不是说真正美军坐在这里才叫做占领，美军若在短的时间两点钟够可以到达这里，都总是占领。八八水灾，美国派直升机，那直升机的查某的驾驶手臂，我是美军，你们只要注意看自由时报的头版，我写美军到达台湾从来没有要求台湾批准。奇怪呢，是因为美国要进来台湾不用让你这个中华民国的塔台空，哦，你可以下降再下降，没呢，有几个次美国的军机在松山机场下降，那很大只的，其实他提什么东西来没人知道。发表的时候说，因为有一个红影破杯要把他再等于美国，一个红影破杯用一只飞机很大只的，中华民国没那么大只的飞机，而且这只飞机很奇怪，飞机是要逆风而飞，那只飞机没有逆风哦，直接也没有经过塔台哦，直接就把他塞去啊，那个跑道的头前顺风而飞，那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台湾 SARS 在流行的时候，美国的 CDC 就是疾病管制局的飞机直接降落在松山，送给我们台湾防护衣，你不知道他记得吗？那没经过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同意呢，送入了直接就去我去和平医院把它封起来，下令封起来，同时下令涂行哲，那人卫生署的署长，跟邱淑媞台北市的卫生局局长，马上到现场来。这两个推阿平的想讲，靠呀，你美国人要给他命令，我才不理你呢。无去。隔两天，陈水扁宣布，那两个免职换人。我看引起换个莫名其妙。我都不想啊，我都不对啊。后尾啊，因为后尾阿扁向掠关，我看过三摆，我有一摆我甲问，迄两个面子是美国人甲你讲的，你哪会知？我研究的是台湾的国际地位，是美国对台湾影响嘛？美国人
每一摆呢，中华民国总统当选的时阵，没有总统的贺电，美国总统的贺电不能就职。上清楚的一摆就是阿扁当选，但是连战伊讲窃国，这个歼灭的凯达格兰，你有记无？你会记得无？到落尾啊，先全刷去，因为阿扁啊，迄阵在忙 AIT 的处长，叫做夏新查某的。不不呀，阿扁也改袂歹。阿扁也讲，我都调啊，啊，想来总统的贺电无来。夏新改讲，总统的贺电伫奥巴马的桌顶，你若叫你的中选会甲你宣布，甲你打起哩，打起哩，30分钟，迄张贺电就到你的桌顶。伊马上叫陈兆祥，但是当初呢，国民党嘛知影。陈兆祥摕到这个当选证书去中选会，啊！但国民党派人去甲动，玻璃弄破了了，现场转播一塌糊涂，你唔知会记得无？你真感觉奇怪奇怪，啊！为着迄张纸，迄就是因为阿扁啊，一定要当选，啊，一定要去做，讲这个代志，夏新为了这个代志落台呢？美国气噶，美国讲，谁叫你家己讲？因国民党去甲斗，夏新去甲阿扁啊讲，讲到伫伫咧桌顶，伫奥巴马桌顶，你爱甲动。啊，落尾啊，伊就讲这个代志，会当证实一个代志：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代理美国伫台湾占领而已。顶个月，我的研究敢若欠一点。奇怪，蒋介石有啥物资格伫台湾占领，无要走？我甲美国直接甲伊讨论。美国顶礼拜，毋是顶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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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人直接来台湾，摕一纸的资料，含我伫燕山见面。我甲伊见面规阵去，摕遐资料互我看，我一眼一眼甲看，看看了，我甲讲伊证实一个代志：蒋介石当时要代替美国占领台湾的时阵，有写承诺书给美国。这所有研究台湾的拢唔知影。那这个代志，但是我这可以公布吗？那不可以。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有这个。文件以后，就是造成咱的年迄、那个月底，要搁再一摆要控告美国，我就要根据这个物件，要要求美国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爱离开台湾。我是要，因为这个文件刚翻看过，中华民国走未去啊啦，咱即马秘书要将中华民国硬走，敢那倒定泥甘同款。都可以，您敢你们听有无？有无？简单啊吼！迄个咱伫拜拜的时阵，迄红粿桌顶，然后伫拜，啊，你妈妈来讲，好啊，迄当你若要食，咱去摕，很简单，就去摕你来食。桌顶年羹就是为食来。所以咱即摆今日是高级班啊，所以含恁讲的一定甲初级班无共款。我再进一步搁甲你讲。现在开始你高级班毕业，高级班以后你对国际事务你要清楚，国际事务大先要去了解是三个国家，第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是美国。日本到今天的位置我们已经知道，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我跟你说啦，台湾人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主权啦，因为 sovereignty 这个英语字啊，是最近100年才出现在亚洲地区的国家啦。因为昨我跟日本人、日本的律师讲了，我才知影，含日本人都不懂得什么叫 sovereignty。你有惊一个无？这边是因为奥巴马前2-3个月去日本访问，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发表的时候哦，讲钓鱼台。因为美国
拥有钓鱼台的管辖权。但是这个钓鱼台主管是什么人？他说美国说不在他们身上。日本人这个时候在惊一跳，啊，管辖权跟主权不一样。哦，我昨晚跳错一个呢，啊，你这个日本人你吹什么呢？你国际法，我跟日本人说，我跟他说，大日本帝国的时候，日本的国际法的专家是在全世界里面是算站在头前的人呢。那当时有很多研究，全世界都向日本在学习呢。我说什么建后什么变成这种情形，日本人完全不懂。我想想有理，那很优秀的都死去了。所以有一出电影，你说那个大和战舰，日本最大的舰，那个船，大和战舰啊，到最后要为东京给派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个 captain 就是那个舰长下令，名单开出来，一些东大啊，是迄个啊，做迄个瓦萨达，瓦西达，遐有名的学校，也遐军官、舰长，甲因讲，你们下船。迄阵日本人是真爱讲的，伊感觉讲，啥物我无资格战争。迄阵大家有决心讲吼，伊还含迄个去驾船哦，共存亡啊。但是舰长跟日本的那当阵的这个首相要求受好教养的人落船，是什么意思？要落船，要替日本这个国家保存实力，一挂优秀的人人才啊，不爱回死。所以后尾啊，那架船出来无两天，美国派所有的战斗机、所有的军舰，向迄个大和战舰啊，足大只，迄只是足在全世界上个大个，该攻三天，拍三天，鱼雷唔当钓几十粒，才沉落，全员玉碎，日本人讲玉碎，玉碎什么意思？拢总死。啊，遐老来的人吼，后尾啊，因后尾因家己讲，原来舰长唔甘因死，因讲因这的人是爱替日本人，虽然战败，爱继续家己留落来。我讲这个故事，日本人听，哦，日本人啊，非常感动啊。日本人伊感觉讲，过日本有真好的历史，有真好的精神，但是呢，伊发现讲日本的这些历史甲精神，即摆存在台湾，我会当看会到。尤其是看咱台湾民众有这些研究，恁来伫研究，伊来伫看，用这些人是为对来，我为台湾各的自己地方过来，我这些人拢家己出钱呢。无补助的呢，啊！啊，尤其看着这少年啊，咱家有够足侪少年啊，他简直是感动莫名呢。即摆咱去日本的靖国神社160个，一半以上拢少年啊。日本人安怎讲？啊，阮日本的希望伫咧台湾民众的身躯顶，咱是要家己感觉骄傲啦。你那点点哈，我看你拢听得拢忘记啊，卖紧张啦。我是讲，我讲这不是拢无加油添醋，拢讲实在话哦。既然有日本人在俄罗斯，咱家己本身都爱较坚强，咱的意志。我跟你讲，台湾的问题要解决，不是靠战争啦，
嘛毋是靠中国诶统战啦、啊，用法律啦、啊。你甲想看卖啊？两个囡仔相拍，相拍诶时阵，甲方甲一方，即、這个甲方啊，皮包落去，啊，即、這個、一方扣着，相拍了，离开啊嘛，啊扣着。一方扣着即个皮包，你问伊爱还互甲方无？爱无？你认为爱举手，啊认为免的举手，后面的吼，啊你那阿爸呢吼？迄款的吼相拍，所以就变形啊，就对啦，拍赢你个啦，迄叫做战争战争来这些呐并吞呐，迄是过去的战争法啦，国际法啦，拍赢土地占来我的啊，即马袂使哩啊，战争以后你咪加行伊。战争的目的是啥？将对方迄个国家的政府给换掉，要帮忙一个新的人民所组成的一个新的政府，叫做民政府，要起来。那是即卖战争。同款啊，日本天皇跟美国总统战争，战了后日本战输，台湾才落去，美国扣掉，会当买行无？当然嘛，袂当歪行。这战争我足清楚的嘛，所以咱想啊，告美国会赢的原因是啥嘛？咱甲美国讲，国际法是恁定的，阮是照你的法律甲你过的，你爱行我呢？所以美国马上真头脑真好呢。好啊，会使你啊，我行你台湾人啊。但你找四千个台湾人，我就行你。在那个时候、啊、我找不到四千个，连我都不是台湾人。美国人跟他说，你台湾人，我说我不是台湾人，我住在台湾，我说台语，我每个都是啊，我老爸老母日本人啊。啊，你有证明吗？哦，他说这样我就知道意思了。你拿出来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拿出来护照，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不爱用中华民国护照，原因在这啦。我既然是台湾人，我想爱用中华民国护照，我应该用啥？旅行证件。所以呢，咱即马身份证已经有啊，即马欠一下旅行证件。我奥克纳瓦琉球都有旅行证件，奥克纳旅行证你捌看吼？上课有恁看无？有无？黄色的皮啊，哦，这本啊，你看啊。琉球列岛米国民政府，你看这你就知影，其实咱台湾民政府是啥？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但是你我若甲你讲，台湾是美国民政府，你今会来无？未来啊！你连讲远诶，啊！你美国诶，我要去创啥？所以咱甲简单甲解一下。美国军事政府统治下的台湾民政府，啊，你就来啊，因为你无研究战争法嘛。其实台湾民政府真真正正的头家是啥物啦？美国军事政府啦。所以是安那，我讲唔免选举，军政府哪里去选举啊？军政府讲你就是你，你去做啥，你就去做啥。所以你若来自台湾民政府受过高级班以后，你经过法理典章、职务典章、职前训练，你就会让家己去经历的位置。后摆要做啥？做议员，做内阁。今日早起十点半，内阁中央内阁中央内阁，甲这个也做三个州的内阁要来专训。这边的专训要学啥？要学迄个公文程式变哪下？你也要写公文无？也要举手，也要写公文啊，不错哦。你有做公人员、公务人员吗？啊，无你哪要写？即摆公文是写换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大部分啊拢袂晓，所以咱得教教。八九个月以前，咱甲咱三位学员讲，咱甲分做五大族群。每一个族群都要学 LINE， 那时候我在说叫大家学 LINE， 大家出于面子，
何必学什么 LINE 呢？我不要，我这么老，我要学什么 LINE？ 你要看柯文哲动算台北市的市长，下令31个局处全部成立 LINE 的族群，都要用 LINE。 你有看吗？我们比较早挑八九个月呢，我们的眼光比他早了八九个月呢。那有那个眼光，但是我们的中心要来配合啦。你听有吗？中央说什么你要照做什么？因为中央的命令是来自谁？来自美国。为以前到现在为止，台湾民进所做的都是秉承美国军事政府的指令。有人很奇怪的，尤其那些台独的那些分子，美国军事政府在哪里？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军政府在哪里？在美国对吗？美国是什么地方？啊？ AIT 是民间组织啦。所谓的美国军政府是在美国的国防部，有国防部的五角大厦内底，但是这个军事政府在管台湾的这个部分，只有一只刀而已。所以美国真妖秀，都给砍掉了，不爱让你知道，希望不爱让你知道，他为了美国的利益，要 走模糊台湾的政策，因为模糊台湾的政策，一方面让你看不到，还可以给你骗，叫你来买武器，叫你交钱，所以叫台湾关系法。全世界只有一个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照道理，咱叫占领，咱袂当买武器呢。啊，伊讲我老叫你买，有美国叫你买无？有没有叫台湾买？没有呢，伊叫上买中华民国呢。但是我歹势哦，我台湾人立钱呢。真个是摕台湾人的拳头去争石狮呢，争到血水要吐吐丁。台湾人阁毋知好哈疼，因为中华民国给你一贴药啊。买武器是为了爱国，有无？我们为了怕中国的侵略，所以买武器。所买的武器拢是已经三四十年美国不爱用的武器，废铜烂铁卖给你。什么阿帕奇直升机买来两公年就拔一只落去，你有看？讲一只螺丝，哎，一只拢几啊用呢？两用呢？很妖秀的啦，我跟你讲，实际吼，美国真正是吼罪孽吼罄竹难书啦。今日到这，明仔再继续。